公孙兄，想不到那日一别，竟会是天人永隔。在这世上，我愿与之对饮之人本就不多。你这一走，这上好的佳酿，我喝着也索然无味，数年寒窗，数载沉浮。 每每我想放弃之时，便对自己说，要撑下去。因为在这世间，还有一个我想与之比肩之人，我以为能与我共论天下谁主沉浮之人，唯你而已。你怎么能就这么走了？ 你倒是在与我说道啊！我弑君，我叛国，你倒是在活过来与我说道啊！ 便是有再多的抱负，再大的理想，也都办不到了。为何不能如我所说的那般活着？人都没了，其他的还有什么意义？ 那日他也在你的府上，你之死和他可有干系？此事我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 皇上，可有人来过？并无人来过，小人一直在外面候着呢。国王的剑呢？什么剑啊？小人不知，会不会是王上您落在别的地方了？方才定有人来过。 来人穿一袭红衣，就算掘地三尺，也要把那人给我找出来。是。